这玩意儿车子的氧化都好，这氧化是早上的两千了，这速度一米几啊。 这两边成绩都好，方向稍微的勉强点儿，慢慢一点儿，你收宽了。就这样啊。嗯。啥子？都得开了，基本上就可以。基本上快呀。不是快，它这样就小，变形小。看这个底下，要不然它收开了。